其实我们都设不错。有动身体啦，一开始在前面的时候，在5米，越来越差。5米的时候吗？5米的时候还说比较准一点，因为看得到。到后面的25米的时候，几乎是看不到东西的，我几乎都不知道自己在射什么。所以如果你们注意看的话，我在5米的时候，我是蛮疯狂的，因为我每一个子弹啊都是往那个头部射，所以你看那个鼻子啊跟眼睛啊，正中眉头，必死。我刚才听教练说红鹰射得很不错。他已经还好。其实我有几个是射到沙的，没有射到。你是故意射到沙，然后让沙打到人，对吗？反弹上去。今天我还蛮享受，虽然是有点毛毛雨，可是我觉得那个气氛跟哇握真枪的感觉真的是有不一样啦，挺吓人的，其实。而且听到那声音会怕的。对对对，我有尝试把那个耳机拿起来，真的很大声。我其实刚刚握真枪的时候，我心跳有加速。那我在发射的时候呢，感觉那个弹力还蛮大的，所以做完这个整个 exercise 后，手会有一点痛。这几天呢、这样的训练，我觉得非常充实啊。因为我们也更了解我们要扮演的角色的工作需求啊，还有他们的训练的过程。虽然是短短几天，但我觉得是好玩。不要来 ，Mom, I'm cooking。Cool down. 很希望有一些就是这样的场景，再一次可以让我们握枪。其实我期待的反而是那个要arresting 的那个，我觉得应该会蛮酷的。请记得收看速战速决。